大家好，我是胡福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今天的话呢，跟大家做眼前这款红色的推土机。这个眼熟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呢应是拿了 Hasbro Steel Series 里头大力神成员之一的 Lampage 下去做。这一次的话呢，是真的有所谓的一个放大，还要加合金了啊。先前的话有给大家做过这一款，这个呢是奥义的版本。它跟就是这个是正版啊，它跟它呢是没有做任何的放大的啊，模具的话呢也几乎都是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这一款奥义的版本的话，我们就暂时的呢，就今天就不讨论它了，我们直接拿这个 Hasbro 的版本呢，跟眼前的这一款。哦，顺便提一下，这一次的话呢，它的这个厂家的名字呢是直接都全部写英文的。那我也不知道它到底给这个叫命名叫什么啊，我就称呼它为红色推土机好了啊。那么这款红色推土机呢，身上的话呢，跟相较于这个 SS 的这个版本的话呢，主要最大的改变啊，直截了当是这个车子后方，它呢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造型。可以看到啊，先前这个 Hasbro 版本呢是这个Lampage 的尾巴呢就收在这里，但这一次的话呢，它做了一个完美的一个遮盖，上面还写了一个警告 warning。那么呢，它的一个车顶盖的是上方这里呢，也多了一个翻转部件，包括整个这个车头啊，内部的话呢，在人形下的这个像是一个龙虾尾部的这个位置呢，全部都收纳在这里头了。这是这一次呢改模最大的。实际上呢，这款模具在这个推土机青睐下呢，大家最期待的一个功能啊，就是这个耙子能不能动啊？其实还是无法动的啊。这个原本模具不能动的位置呢，它呢是并没有做一个改善的。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啊，以图中来讲的话呢，可以说是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个细节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先来看一下啊，首先是这一带，非常明显了，这个在原来的一个模具的基础上面呢，本来这里的一个刻画就比较精细了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加上一个金属的一个，而且它是除了金属铁灰色之外，还有这个像是这个钛合金的黑色还是什么来着啊，金色的，里头还有白色的漆面。那这个银漆的话呢，这个上在液压管上面啊，实际上这液压管还是不能动的啊，只是看上去很逼真而已啊。然后这一带的话呢，原本的这个模具呢是没有 caution 的，那么这一次的话呢，在这个侧边的这个栏杆上面呢，不是栏杆，就侧面这个杆子上呢，除了增加字样之外，还多了一些分色，像后面这个地方多了几个黄色的。但是呢，这后面这几个黄色这个漆啊，显然是这个漆面的话呢，覆盖度不是很好啊，已经变成有点柠檬黄了，有点画蛇添足啊。你不涂是不是反而好一点啊？你涂了反而扣分是不是？然后这个车子的一个前方这个耙子啊，它的话相当于这个，相较于 Hasbro 这个银灰色，这个呢只是一个铁灰色，感觉质感比较好啊。甚至话你可以看到我的手指还可以在这里是有一点点镜面效果的。那相较于原本的一个 Hasbro 的模具的话呢，也是有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版本，这个版本的话呢，似乎反射的程度呢，好像还要再好一些些。那么其他的部分的话呢，就对比一下，上方也是有做一些分色的，像这一带，这个地方颜色都是有做区分的。车顶盖的话呢，就是增加的这两个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照明的这个灯啊，是特别有做出来，有把它补上一个涂装。侧边呢，这个进气口的话，这里啊，这个原本的话是在黑色的塑胶啊，上面直接去做一个上红色的漆还是什么，但这一次的话呢是上了一个金属漆面啊。总而言之的话呢，它的一个金属的一个部件，还有这个什么涂装的话都是有加强的。头部的话一样收在下面，然后你可以发现到呢，它的这个支架的这个部分，在 SS 的这个支架是完美收在这里的，但这一次的支架呢啊是不太可能收进去的啊。我拿一下啊，这个它这个支这次附带的支架呢啊，非常的巨大啊，已经比这个正版的这个本体都还要来得大了啊。那这个组装的话呢是没有任何困难的。那我们呢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款红色推土机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原则上的话呢，跟基本的一个模具的话是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别的。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，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先将这个部分给解开好了，这个 caution 这个部分呢，把它往外做一个翻折，这里翻出来，这块部件呢把它推上来，这样它就不会影响我们了。再来从这个地方呢，这里有一个地方可以解开啊，这个地方 toggle out 把这里解开，再来是这个地方解开，解开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两片部件给盖下来。再的话，我们翻到这里啊，基本上呢，这个变形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了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，做一些简单的翻折啊，先把这个锁链给打开。其实这个造型也是挺好看，对不对？
那、啊、也是有一个很霸气的感觉。那我们就稍微转动一下啊。原则上的话，我的转动的话呢，是把这一个部分呢是朝着外面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翻出来，增加一点立体感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一块部件的话呢给往这里直接的转出来啊，转到外侧，然后跟这个地方啊，是相较于这个原本的模具是没有办法翻到这么多，都翻到这么多的，这样一来手指的一个感觉一个张力会更大一些。那另外一侧的话，这边啊，这里有一个部件，这个地方是按下去之后，再往侧边，哦不对，这个地方转过来啊，给各位看一下，从这个地方，它这里是有一个卡扣扣进去，以及这个地方有个卡扣压进来，这边打开，翻出来，好，转到一个这一侧啊，原则上就是把这个可以翻出来的这个呢，是朝的外侧，然后这个手指的部分就是尽量去模拟出一个。像是一个手爪的一个形象啊，这样折进来好了，嗯哼，这样子好。另外一侧的变法呢，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把这个部件翻出来，翻到这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侧在这里，将它按下去，然后往外抠出来，再把它给转出去啊，然后再反折下来。这个手部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手指的一个摆法，这个也应该也不用特别去说明啊。然后这两个部件的话就翻出来啊，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啊，你可以尽量的呢去转出一个你觉得比较立体感的感觉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它的一个改模比较多的一个位置了啊。首先这个地方，要记得先推进去啊。然后的话呢，这里，我要先提一下啊，它这一次的话呢，今天的话呢，原则上我是不会给大家做合体的一个部分的一个示范啊，因为没有意义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等它出齐的时候，我再跟各位讲解它的这个地方那个转轴啊。在这一次啊，异常的紧啊，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啊，非常非常的紧。要抠它的时候呢，可以说是要费我九牛二虎之力，哦，才能够把它转得动啊。这个先把它折出一个特殊的一个形状，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要进行它的一个这些地方的一个翻折了。原则上就是不停的把它这些部件都给翻折出来，这里翻出来，以及呢这边还有一层翻出来，还有一层再翻出来啊，还不够啊，还有一层啊，这个。足足有30公分长啊，这个全部的一个长度，以及这个地方还有一块部件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里把它做一个翻折，再把它给翻出来，哎不对，翻这一侧，好翻出来，那以及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可以往上推的啊，可以再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造型呢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连接，它这里是一个有点类似一个弹簧的一个机构啊，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，这个地方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就直接把脚架呢给安插上去。那跟各位讲一下啊，其实这个支架呢跟本体的一个结合的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支架本身它是可以有一个伸长，以及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是可以做一个调节的，就这里有一些调节的一个卡扣啊，你要转动过去卡进去就可以做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调整了。那这个地方的话是可以做一个伸长的，那它组合的时候呢，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形状啊，相对应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三角形的形状，将它呢给扣上去啊，那从这个地方咬合上去，那基本上呢咬上去之后呢就还蛮稳定的啊。那不要摆那么高的话，就把它稍微放低一点点。那我个人的习惯的话呢，是会把这个地方呢稍微往后面，稍微卷一点点起来啊。那基本上呢，稳定度呢还算相当是不错，而且这个玩具本身已经很重了，可是这个支架的一个支撑力度还是比较好的。那我们做一个尺寸大小的对比哦，可以说是相差非常的多啊。当然支架的话呢是有提供一点点的高度了啊。那实际上呢，放大的部分呢是全体放大之外还多了这一节，就尾巴的这一节。原本的这个官方的模具呢是在这个地方，整个一个车子的一个驾驶座的部分是完整收在这里的。但是这一次的这一款这个，机械小队联盟的这个。在这一代的话，它变成的是一个空心的，里头的话呢，就是专门收纳这些啊，这几个部件全部放在里头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把这个部分给拿下来好了啊，这里给各位近距离看一下，内部的话呢就没有多做其他的一个刻画，全部都是一个空心的。那么身上的一个细节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近距离的一个展示好了啊。我们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头雕，头部的话因为有所放大哦，所以原本很小的这些细节的话呢，反而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当然还是会显得稍微有点肉，有点糊啊，这也是属于一个KO 放大的一个宿命了啊。然后这一带的部分的话呢，上面这里甲壳的感觉，我是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看一点了啊。身上的这个红的话呢，是金属红的感觉，没有很强，有点瓦红色的一个样子。然后以及这一带啊，这边中间这里多了很多的一个细节的一个涂装啊。然后这一带的话呢，
这个白色的漆面呢是蹭掉的啊，不晓得是我自己变形的时候把它弄掉呢，还是这个一来就掉了，你可以对比一下啊。包括里头有一些分色，原本是银色的，那变成了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涂装，然后在这个肚子的这一带涂装啊，也是有多了一些不同的一个分色。原则上涂装有进化，这个是一定要有的了啊。然后其他手的话呢，我倒觉得这个模具呢，真正这个模具玩起来最不爽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一个手的可动是非常之悲催的、啊。这一代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增加一个可动的一个，还是没有啊，就是这一代。它整个手还是只有这样子、啊、360度的一个转动位，并没有增加其他的可动。当然这个部分的话，这里是可以多凹出来一点点啊，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提了啊，主要还是尺寸的一个放大。那究竟这个放大之后啊，这个完全就是合体的情况下呢，它应该是会超过，应该这个超过可能会不会有80公分高还是更高啊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，这个到时候呢看了才晓得了。那直接的放在支架上面的话呢，确实是摆着是一个非常霸气的一个展示品。当然本身是可以玩哦，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啊，它的变形是非常简单有趣的。那实际上摆起来的话呢，也没有比较细碎的部件，也没有割手的一个状况，摸起来的话呢，手的一个感觉还是比较舒服，并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。那比较期待的是它最后大合体究竟会是巨大到什么程度，以及呢其他几个成员呢，我相信呢应该都会或多或少做一些改模吧啊。这个比起之前的那些单纯的 KO 来讲的话呢，这一款的乐趣度呢可能还是会比较高的。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